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幼倩的妈妈。我觉得紧张都是因为特别的在意，那特别的在意就是会特别的紧张，其实每个人都会。那我觉得舞台就是给准备好的人，那还有一些熟悉很熟悉专业领域的人站在上面的。那我也很谢谢这个单位办这个活动啊，有些人让大家看见，那也比较勇敢的去表达自己。那我昨天也是问他说他回去有什么感想，他也是讲得不清不楚的。那我现在就知道，就是原来就是一直操练这个部分，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对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同学。